好香哦！对，这个真的是比炸鸡块还要好吃哎，愉快耶！吃的会让你吃的很愉快的愉快，把鱼把它变成像这一种丝木鱼块。 鱼的营养精华都在里面，不用裹粉，其实它都处理好了，我们只要直接把它入锅，它就会生煎干那个外酥内嫩，恰恰恰呢，小朋友一定很喜欢，嗯，调理也很方便，还有浓缩鱼精在里面，它没有漂白耶，完全没有漂白，它是原色，很扎实哎。 外酥内软，一块接一块，停不下来，好好吃哦。虱目鱼香肠，它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原味，飞鱼软口味，天然长期去做的，健康、安全又卫生。这原味的。 好 Q 弹，好好吃哦！飞鱼软，咔吱咔吱的感觉，超好吃的呢。喜欢，然后妈妈呢也会更满意，因为还可以补充到虱目鱼的营养啊。哦，这看起来好澎湃哦。这个就是现在呢最夯的渔村排队美食，实在美味，实在喝起来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。